个人只要一来直播间就涨个几十万人，听话准备。哎，只要他一来直播间就能涨个二十万人。Oh my god！ 涨十万人了，看到没？还在不停的涨。展示段舞蹈。你俩扭反了。要死，让大哥来，我觉得可以了，我不行了。Later， 这吹的不漂亮，那别掉这个啊！哎，你看吹完又疯了，你知道吗？去！哎，不好意思，朋友，不好意思啊，别跳了，就你提分说的都不能跳，你不能跳的不行吗？哎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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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洋哥食堂吃饭被员工强迫营业，第一次吃完感觉没饱，直播间盛点饭啊！你搞吗？哪里盛这么多？我都塑料的搞少一点。看到员工端来的一盆，开始抓耳挠腮，为了不浪费，只好乖乖的吃。第一次吃吐，肥肉啊，这个是肥肉，有点撑不下去了，开始给自己打气。这是第三次夹起肥肉，感觉还是不行，又放下了。我想问一下，我弟有没有吃饭？我弟没吃饭，那得吃饭了。打算找外援，可惜破灭了。兄弟们，别吃。对于刚才盛饭的员工，抛去了幽怨的小眼神。只想努力吃完，赶紧结束这顿造孽的午餐。估计这个盛饭的员工下午得去大洋哥办公室喝茶了。小洋哥像大哥哥一样关心着徒弟小黄，真的破防了。已经连续发烧两天的小黄，本该好好在家养病休息，却坚持把周一欠粉丝们的直播弥补上。直到小洋哥发现小黄开播时，立即打来电话：我们要开的直播呀，你现在看，还看不了你还哭。有些气急败坏的小杨哥对着小黄一顿批评，却没想到小杨哥对徒弟的偏爱真的不是嘴上说说。当小杨哥出现在小黄直播间时，对着小黄又爱又骂的时候，真的暖到了。师傅给你带来了羊肉串，这是我最爱吃的羊肉串，想不想吃？想吃。你瞅你那牙的牙，它都满掉了。接下来小黄的内心一定充满被宠爱的幸福感吧。吃，锻炼身材，真来气，吃吃个牛肉串，好不好吃？这么明目张胆的疼爱，反观小黄的努力认真，确实感动了小杨哥，所以也会给予小黄更多的机会。师傅帮你冲个代号码第一，要不要？好。前面感受一下代号码第一的感觉。想不想？想。师傅来教你卖个货啊，一个你最了解的东西，它颜色的安心裤，里面有三个，表面非常软。安心裤女生都需要，看一下这个是哪里。有时候女生晚上在家睡觉的时候啊，容易侧漏，所以她来姨妈的时候会穿这个安心裤。像我媳妇她有时候来了，我在那个外卖上买，基本上9.9啊、8.9啊，或者10块钱一条。他们日常价是29.9一包，今天在小黄直播间，这是别人拿不到的机会。两包、七包、八包，它颜色的姨妈巾8片、9片、10片，今天这么多。上场有啊，69.9，上场。小杨哥一直陪同到小黄临近下播才离开。然而小黄下播前的一番话真的体现出了成年人奋斗的不易。今天问一下兄弟们，今天看小黄直播有没有感到开心呢？你愿意支持小黄，带来小黄直播间，不管有没有买东西，小黄都感到很开心，然后也很荣幸能够带给兄弟们快乐。然后希望兄弟们啊，天天开心。你说你有什么证明你这是你用过的卫生巾？用没用过你不知道吗？这真的是我不充会员就能看的吗？你的卫生巾我怎么知道？我又不看。那我掏出来给你看一下。你 happy， 我不 happy。 媳妇儿，女生一天的量是多少？差不多这么多吧。我的妈，你一天就这么多？掏出来给你看看嘛。你 happy， 我不 happy。 你要是能领出来这么多，我叫你一声爹。你 happy， 我不 happy。 耳风研究社卫生巾一下就变过来了，兄弟们。
十倍了。媳妇儿真会用。我们是一片式的一体成型，没有带柔毛浆的。这个薄、啊、非常薄。但你们的一包多少钱？线下是15.9一包。比较贵，因为它是比较高端。讲给你看啊，你们都日用的，日用的十包，夜用来，夜用是加长的啊，16包，干爽型的4个，迷你级，水库11.9，这两包就20了，23包，每个上15块钱，多少钱？我给你340，想要进89，上车。小杨早常用的姨妈巾确实很不错。你们每一个现在问的问题，我都不能回答，我一回答我就封号。小杨哥带货手撕鸭脖，全程面对网友们的奇葩提问，结果差点整封号。可就当网友们都在看热闹时，却被小杨哥随后打下的价格圈粉了，于是纷纷下单，销量惊人。这会怀孕吗？不会的啊，大家看多长，长度长度也不能量，小黄一量就封号，对吧？那我量它多长啊，量了封号了吧？也不能量它多，直径也不能量，不像国内的，这就是国内的，这国产品牌，这没事啊，不是鸡的脖子啊，这个是鸭的脖子，鸭的脖子啊。鸡脖没有这么长的、啊、哎、啊、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小王他红高了，就回答兄弟们问题，回答了，别回答啊，你别回答，叫好小子，好小子风干鸭脖，它的吃起来就口味非常独特，就跟你们这店里面买的就不是风干的，它的口感啊有很大的，一个就是有嚼劲，一个软软，辣不辣？不辣，香辣味，香辣味不辣，但是不是那种非常辣，开袋即食啊，开袋你就可以吃了，这个鸭脖吃起来香，它有嚼劲，它很好吃，真的非常好吃啊！抖音卖的59.8，拿反了就是三根。今天想个啥的？9袋、10袋、59.9，10根上菜、啊。当直播间来了一对双胞胎，小杨哥进口出狂言：“你信不信我问他两个问题，我就知道谁老大。多大了今年？你猜猜看。他应该是小的，小的比较这个活泼，大的一般都比较斯文。大的吧？是。咦、哎，你看你这四块嘴臭。最后还把姐妹俩挖到自己公司了。”这下小杨哥开心的合不拢嘴了，到我们三只羊做主播，嗯，帮你签了，兄弟，行，叫法国把合同拿过来，有什么条件可以自己提，随便提，要他命都行。凯迪斯门锁，99%的门可以装啊，全国包和装，无任何隐形收费，质保3年，延保1年 ，FPC 的指纹密码 ，CPU 的磁卡，远程 APP 临时密码。双重验证，应急机械钥匙，今天就买这个，还送你一锅。今天咱想个直播间，699上车，快点我搞掉，搞搞电子机，这什么纸头？几枪？你放心吧，它上面有剪刀，你看这个剪刀的标志哦，就剪开。上面我上次不好意思，上次一出去，对，放心吧，放心吧。几箱？3箱是吗？两箱特能出，不是。这2箱，哎呀！老板，快点！哎，老板，坐一会儿，你趴下。是吧？吴先生，这个，你听我说，这个图像可以吸收。全在打四，看到没有？四，你涂一下，放心，好吧？你闭眼睛，我涂一下，你马上就吸收了。你睁眼的时候你就发现，我天，真好。把这试一下啊，放心，不管了，老弟我都试过。好，那你睁眼看一下，马上就吸收。杨爸正被美女给按摩，不料杨妈突然出现。杨爸还在梦中享受着指尖带来的感觉，没想到小杨哥突然把眼罩拿掉。小朋友，你是否也很多我好？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对对，直播间，直播间，杨妈要是不敢动手的话，就歇会儿吧。没想到小杨哥产品还没介绍完，杨爸耳朵就被提起来了。那个不能连，出门不行的。我妈跟我爸，你看，哎，开玩笑的，你看，哎，你看，对吧？这氛围多好，坐定了吗？谢谢，走。